嗨，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来到可乐姐姐玩游戏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向日葵姐姐。我们今天要去看一看，遇到台风的话，需要注意什么事项呢？台风安全。快看看大家怎么应对台风吧。如果大家在海里，要先做什么呢？糟了，是台风，要先做好安全准备，回到岸上。帮扶吧，穿上救生衣吧。快帮助他穿上救生衣，一定要安全的系好。出海航行，一定要穿好救生衣。看，是灯塔，快过去。向右滑，避开障碍。现在要向左滑。全力冲刺。我们现在要向着灯塔前进。一定要小心躲避这些障碍。灯塔离我们越来越近了。小朋友们要加油。千万不要撞到这些礁石。加油，再加把劲儿就能冲出去。到达灯塔就安全了。马上就要到了。小朋友们做得太好了。终于逃出来了，去灯塔那边找回家的路吧。去灯塔就能找到避风港，把船开过去看看。快帮助小船找到避风港，先开到灯塔这里。啊，接下来往这边走，去浮标那儿就能看到避风港了。宝宝们一步一步来，先去找到浮标。太棒了，继续前进。快看，是避风港，快过去躲避台风。找到了，这里就是避风港了。终于找到避风港了，把船停在避风港才安全。用绳子把船固定住，才不会被台风吹走。用绳子把柱子缠上，这样船就可以固定好了。不用害怕台风将船刮走。船停好了，快躲到室内去。台风登陆了，大家快躲好。船只拴得紧紧的，不用担心被吹走。海上风浪大，台风天要远离大海。台风走了，我们终于安全了。爸爸，下次出海航行要看天气预报哦。快看看大家怎么应对台风吧。宝宝们今天做得太棒了。好啦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游戏就先到这里啦。大家如果想要跟向日葵一起去玩更多有趣的小游戏，可以关注我们的栏目可乐姐姐玩游戏。我是向日葵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